如意芳菲正在热播中，编剧不遗余力地为芙蓉和素王制造机会，奈何这两人一个事业为重，一个天真烂漫，完全领会不到大家的期望，似乎擦不出啥火花来。这趟撒的别说谎事了，说稀释都没毛病。追了12集了，终于有进展了。这年头追个下饭剧也太难了。芙蓉素王同游花灯节，素王带芙蓉挂花灯，素王一个箭步就带芙蓉上天，这恋爱谈得太刺激了。一言不合就上天呢，素王终于和芙蓉有肢体接触了，满足了眼睛，芙蓉立马让素王松手，想占我便宜没门，素王乖乖松手，松开后芙蓉秒松，素蓉夫妇终于要开始撒糖了，看这甜腻的狗粮真的太可以了。芙蓉与素王在别院两人一起喝酒，不胜酒力的芙蓉很快就醉了，喝醉酒的样子也太可爱了。芙蓉边摸边夸素王，芙蓉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，这么明目张胆的占素王的便宜，芙蓉你赢了，把我们高冷的素王撩得脸都红了。素王看到芙蓉的眼神好温柔，不过求求素王别再散发魅力了，编剧可不可赐我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呀。有网友透露两人很快开启了甜甜的恋爱，素王简直是宠妻达人，遇到芙蓉后素王秒变成了苏王，眼神里流露的全是对喜欢芙蓉的心意。芙蓉意外怀孕，抱娃登上王妃宝座。